亦都係響應國內嘅做禮花運動，全國大聚集。因為我哋明白，呢個唔係單一嘅事件，呢個意外事件入邊啲道路埋葬車家、埋葬人命、埋葬真相嘅做法，正式顯示咗呢個中共嘅政權。金寶就視人命如草芥，佢從來冇尊重過人民，佢從來冇真尊重過生命，無論係高定在，或者係尊嚴，各式各樣，你應該人禍，民主地震，豆腐渣都成，三隊的安全呢、這個真告。要叫我哋一個又一個真相，點解？我哋生活喺呢個咁嘅國家入邊，連最基本嘅生命保障都得唔到，就係因為呢個政權喺政府得到人民嘅授權啊！所以，我哋唔單止要追究呢件事啫，到底係？死雷劈啦，定係系統的問題啦，究竟係動車，定係交通，最重要嘅係點解？佢所有嘅行動，不論係停收、配送、之後嘅調查，都可以延展罔顧生命為民意。我要結束呢啲嘅狀況，要呢啲狀況唔再發生，就只有一個方法，就係要要求。延續一黨專政，延續一黨專政，還政於民，還政於民，延續一黨專政，延續一黨專政，還我民主中國，還我民主中國。我哋需要嘅係真相，我哋需要係對人民嘅尊重。高鐵佢最高速到底可以去到300公里，定係400公里？你有幾高？關我鳩事咩？我哋最重要嘅係喺呢個高速發展底下，我哋見咗啲乜嘢？我哋見咗我哋生命嘅尊嚴，見咗我哋對生命嘅尊重。我哋會希望通過撥領花運動，可以令到政權嘅中共能夠將政權歸還翻去俾人民，建立一個真真正正嘅人民共和國。雖然我哋身處香港，我哋而家未必可以做到任何行動，對於呢個政權作出嚴重嘅打擊。但係中國民間力量已經不斷喺冒起緊，共起方運動喺各地，亦都不斷喺各地開花。我哋希望我哋嘅支援，係咪我哋啊？我哋鼓勵，我哋啊！我哋熱情，我哋心意，可以傳達到俾你。